我很清楚指令，也明白做消防员不应该一命换一命。我们只是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。消防队长尤邦桃被裁定违反消防员守则，记录在案。我不管你前头我成吗，进了我这组就一定要听话。王发接酒厂，我想回去看看。 刚刚是你下命令收队的，下命令就要想清楚。这就是分流站，这边。天然气管可以坚持多久？那边有个自动排气的位置，如果有大量白烟冒出，恐怕就撑不住了。前几年纽约和日本都发生了大停电，香港会不会发生啊？不可能。 因为我们的安全度和稳定性是99%，因为同一时间两个电站都停下来是不可能的事。郑总长。 等你进去的人也死光了！我不想你死在里面，我把你抬出来！我一定会说，我们是消防员，不再有救护我，还有救人。当初你害阿朝，今天你害我。